报道。好，其实欢度感恩节也能够关怀社会上的弱势族群。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和圣盖博水利局就联手，将150只的火鸡免费发送给16家的慈善机构，让弱势的群体也能够温馨的过佳节，享受丰盛的火鸡大餐。身穿蓝色衣服的职工们正忙着把一箱箱火鸡搬上车，联邦众议员赵美心赶紧上前搭把手，还不忘冲着镜头摆个 pose， 想要留下好形象。领到火鸡的慈善团体负责人眉开眼笑，和赵美心握手致谢之外，还要合影留念。我们觉得我们很高兴有被那个什么主流社会重视，然后表示说我们的努力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得到更多社区的帮助。不止送火鸡，赵美心还亲自一一感谢16家非营利组织这一年来的辛苦付出。只是火鸡有限，无法让所有人都温饱，因此赵美心也抛砖引玉，鼓励更多人关心弱势群体。 It is a time for all of us to think about what we can do to helpall these people in need that are right here in the San Gabriel Valley. They're living under the bridges and in the storm drains. The veterans that may have no place to go, even though they served our country so nobly. It's certainly a time to think about giving.桌上一只只火鸡是大餐，更是关怀。圣盖博谷水利公司表示，连续20多年为弱势团体送出爱心火鸡，借此回馈社区。活动也希望更多人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东森新闻魏宽、唐孟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